炮声噼里啪啦，震耳欲聋。台南这一间彩券行气氛好热闹，因为连杠29期的威力彩终于开奖了。老板娘贴出超大红色海报，威力彩开出9.2亿头奖，让彩券行超兴奋，民众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因为这一期开出的号码，其中33132是连号，中奖几率超小，不但开出9.2亿超高奖金，而且还是一人独得。最近刚从指南宫请回来的金蟾蜍带来好运。从指南宫请来金蟾蜍当成镇店之宝，让客人买气提高了2到3成。但在高雄蚵仔寮这一间彩券行却有淡淡的悲伤，卖出一张03040616163233的威力彩，结果开出的末号是34号，只差一个号，让当时累积的7亿头奖落空，只剩15万元。网友说，真的会堆心刮一辈子，应该是花了100变15万，要知足。但也有人说，宁可没中，真的会呕死。太好，就7亿变15万，真的是落差很大。一直讲很可惜啊，但是他说一定下次一定会把头奖中回来。只差一号，让7亿奖金擦身而过，客人心情从天堂掉到地狱，让一夜致富的发财梦瞬间碎了一地。这台南高雄综合报道。